废墟下，是女孩的父母。她在学校防空洞里躲了一天，幸运的生还，但她的父母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她坐着，也沉默地看着，在她的眼中，有着深深的悲伤和无助。不要哭，能活下来的，都是英雄。放下吧，在这场攻击中，有太多的人失去了他们所爱的人。请节哀，我们会帮忙王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还有没有其他亲人？那是什么？中国气球。中国气球也来看热闹，他妈的！BOSS 下面的除了中国气球，市长和副总统也要过来视察。市长，你说过九二共识对两岸交流有帮助，但现在在中国飞弹攻击下而牺牲了的市民，你还能这么坚持吗？我们哀悼这一场悲剧，中国飞弹震撼了我们的社会。你认为谁最应该为此次攻击负责？还是今天公祭，明天忘记？几十年来，中国一直用他们飞弹指向台湾，但你所属政党的副主席照常去登陆，这是不是释放错误讯息？抗中保台如何才能转化成和平保台？谁能给我们和平？谁保障安全？飞过头顶之那气球究竟打还是不打？谁是敌人？谁是朋友？如果时间倒转，你是否会加入你的祖父一起对抗中国？还是这个也要问四川？今天我们输掉了战争，不是双方都陷于焦灼，我们需要争取更多时间，发现共军更多弱点。他几岁？19、20？他是怎么上到这位置？只用了几个月。几个月？国小就开始跳级，只花3年就读到硕士毕业。他在国军葛仲平比项目表现都超标，我甚至想让他上青年日报招募人才。是啊，国军招募人才一直不尽理想。他跟那个人一样，都是天才。依依先生，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，长官情绪上讲那些话的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面对中国的侵略，还要我面带仁慈的微笑回应，但绝对不是我的风格。你这么年轻有为，离开军队后可以重新开始。中国人只是在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应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批的雄升飞弹。依依先生，他们胆敢攻击我，那我就让火箭军总部从地表上消失，而你得帮我实现这个目标。我只是个上尉，你现在一定感到很沮丧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有很多优秀的素质和才能，你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。辅导长那一套。好，我有一个秘密，但只告诉你。什么秘密？我能够预知未来。真的？不久之后，那边那个内线电话就会响起，电话一头的总统会下令我们反击。你这个预言很有趣。我明白有些人不想努力，只想在国难中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。现在那些人一定会为了阻止战争，争相假作和平使者前往中国，哪怕是卑躬屈膝下跪求饶。我是中华民国军人，要我卑躬屈膝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。那么与之相反的是？绝不投降。对，你说的一点没错。你真的相信？是的，我深信不疑。长官，总统内线电话。是，总统女士。大，是，我了解。中国飞弹至少帮了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现在没有人再敢扯后腿了。你真的很叛逆，为什么加入国军？你何必在乎？至少我是为国而战。你这个新目标是想要火箭军司令的命？如果我不接受呢？如果你攻击这个，那这里一定会是第一个被瓦解的。你们知道最难的部分是什么？
是什么？我是约聘，你们是正职。什么意思？指望公务员能完成任何事，本身就是个奇迹。司令，熊生新目标已经设定完成。石上尉，你的动作也太快了吧！能为死去人民复仇，我一定在所不辞。现在你们想要站在那群圣人一样高尚，还是像我一样动手解决问题？出动气球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世界看到我东风主战武器不是虚的假的，解放军不是自欺欺人。这是警告，警告不听还进行恶意攻击，就别怪我们扣动扳机。收到台军电文，完成任务，准备投降了。梁中校，念在不伤及中国人的尊严下提出以下条件：首先，你们要放弃统一。如果你们拒绝这个提议，那你们的尸体将会变成肥料，浇灌在安徽上，并从那里开出黄山花丘。战争又开始了，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又要再一次火力覆盖，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？我们在赢，恐怕台北可能什么都不剩了。确实，他们的雄声再强，也挡不住我东风十五的弹海战术。所以，别再用东风十五了。习领导许可的是精确打击，不是焦土战争。可是台独那帮人像老鼠躲在山洞里，只有动用极端手段才能消灭他们。出动六幺拐旅。浙江金华基地六一七旅配属东风十六型导弹，射程达1000公里，对台攻击时可以飞三倍塔门线的射高，而当东风十六向下俯冲到达爱国者三型20公里射程内时，飞行速度将高达音速8倍，台军在拦截上下会非常非常的困难。我不仅要动用东风十六，还要再加上1.5吨的钻地弹头。搭载超级钻地弹头的东风十六，攻击要塞可以深入地底内部，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。一枚荣辱定乾坤，东风十六是最后杀手锏。我们有麻烦了，真正的大麻烦。那是什么？解放军他们用了什么武器？是东风十六，而且是配备钻地弹头的东风十六。快跑！要将我们斩首！终于动用要塞杀手了。1.5吨，那家伙毁毁了横绝索。东风十六高度太高，载入大气速度又太快，必须将政府要员从这里往雪山隧道撤离。时间来不及，今天行亡，我们也必须集中雄生火力才能占据优势。疯狂一击，但我们的爱国者是无法有效形成护盾。我们还有天宫三型。天宫三速度可达7马赫，比爱国者三型5马赫还快。增程二的射高也从45公里加到100公里，接近卡门线附近，不仅超越了爱国者三的20公里甚多，更相当于进入美国萨德飞弹的拦截高度。攻三的拦截高度是爱国者的3倍。天宫三型，台版萨德。但是想攻关岸从没有经历过实战测试，也未制定反弹直管程序。我们需要更多支援。哪里来的支援？我们没别的手段了。没有经历过实战，现在不就是机会？美国拒绝释出整合接口，
所以公三式不能使用乐山雷达导引。我们有中科院研发的机动型中程三维相列雷达，辅以固定长山雷达，是可以让公三获得反飞弹预警情资。值得试试。对方射了多少枚？乐山雷达只看到一枚。好吧，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立即启动天宫三对敌方进行反击。启动天宫三，长山系统目标准备锁定。开火。拦截时间30秒，旋转攻三一号和二号弹体。攻三行吗？能及时拦截吗？这个可不好说。还有15秒后击中。不好了，长官，一号弹脱锁。三发射车准备，不到一杯，快！三号对应弹羽发射车间接失效。圣魔意思？那是圣魔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什么预言要交代？现在就做个了结吧。关闭保险装置，5秒。司令，拦截窗口就要关闭了。